送快递就好了，干嘛？啊，怕我不给你钱啊？现在给你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要跟你谈谈。我跟一超市有约，姑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领带呢？在我包里。 给我5分钟，听听我的策划。我还没有决定要跟贵公司合作，要不你先请回吧。我不代表公司，我代表个人。你以为我这是梦想秀？我还得替年轻人实现梦想，领带给我。我需要这个机会，不仅仅是这次大秀，我希望以后我也可以成为您的对接人。你吃错药了吗？ 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年轻漂亮，你又不是没来过我公司，我公司年纪漂亮比你多的是，所以我不会吃你这一套的。走吧。哦，领带。你给我5分钟时间说完我的策划领带就给你。听好了，我们这一季推的是夏季新品，以黑白为主，是职场的风格，希望你可以喜欢。 疯了！3、2、1，陆总啊，有个快递费得找你本人签收。啊！对不起，陆总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下回一定敲门再进来。我先要跑出去了。行了，行，那你签收一下。 严格按照您的要求 ，EMS 亲自送到您手上。仙人跳，挺有创意的。业务不太行，旁门左道还挺多的。上一次面试明明是我找到了邱先生，也是我留住他的，结果你最后还是因为偏见没有录用我吗？那你知道吗？我对你的偏见越来越深了。 就像你们这样年轻女孩，自以为自己年轻漂亮，自我感觉太良好，实在是太多，我没有时间一一合作了解认识，所以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。妆化完了吗？走吧。怕了吧？哦，怕死了。很好，就算菲安娜迫于压力没有办法作证，但没关系，刚才那个快递小哥的工号还有联络方式，我可是记得。 清清楚楚，所以如果陆总还算是老奸巨猾的话，最好选择跟我合作。对了，年轻漂亮是用来欣赏的，我从来不用他威胁任何人。乔小姐，不要以为看电视剧学了几招就可以威胁别人。你想告我？去啊！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女孩，我见多了，见怪不怪。 好，我早晚让你看看，我和你心里面的这样的女孩不一样。